加二十。五小弟他们家也要开吧？五小弟，五小弟他们家在开烧腊。真的、哦，我是高万亮社长的八一三零九月四号，瑞邦二零四六十二分了，十八一三十号，有了二七八次。长号巴士叫海鲜港花莲的普悠玛站，天二零二九，天二零三零普悠玛站，啊，天四零一六，我的普悠玛。二七八次在瑞邦站换速通道。二七八次在瑞邦站通过。你加薪一零六，加薪二八。你是你的学长哎。真的。加薪一零一六，加薪二八，加薪一零一五，三节 DRC 原车车个车。有二七八次站内交汇，张老板在叫海线，哎，还有花莲的天二零二九，天二零三九，有吗？这样，对，站内交汇，所以二七八才那么慢。等咱们九一四啊，有的是八一三十，小巴车将三澳线上八斗子三节 DRC 原车车个车在路上呢，准备干什么事？两千一零一六，两千二八，两千一五，三节 DRC 原车车个车在路上呢，干什么呢？拜拜，再见喽！四八一三七，有三号线的八道子柴油客车在洛阳站驶离，那再见，拜拜，十点十四分九一四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